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好久没出门了，我要去台中。台中干嘛？收一台，蛮进站的对。进站？进站，不是 Autobike 啊，是从小看到大的车。水赛你知道吗？水赛我知啊。水赛你知道？我家以前开瑞士诶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可是不是旧的，是新的。哦、新的、哦。对、欸。老的才有那种味道诶，老的水赛手排的啊，七人座。可以改露营车诶。对啊，我想就不用买房子，买这个就好了。里程数很少，可是开得回来，开不回来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等下出发，35分的车，9:35，我好准备这么早出门。而且我们差点赶不上车。对，35分要准备出发了 ，Go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快点吧，许帅，帅，帅哦，帅啊，还旧牌嘞，六码的，直接看车好的啦，六码是哪一码？你说六只马，是哦，哎，蛮漂亮的呢，手牌的啦，真的是手牌的啦，旧牌呢，啊，不是说不收老车的，你看他跑了57,200，我的门已经快烂掉了嘞，你忘了，我卡卡，经历恐怖，这边之前应该有弄鬼啊，对。这台车啊，它唯一的通病，它的车轮动不了，哇，卡卡啊，也卡动不了。它原理是听讲只叫用诶，塞平放诶。哇，又看到了锅子，锅子前端，哇，这是进气吗？有啊，你不觉得这一颗啊，跟我们那个 LA 的颗很像？听说是，搞不好是同一颗。啊，你这种老车，你要看什么东西？当然是跟新车一样嘛，车壳都要先看嘛。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开嘛，我们要注意就是水啊、油啊那些都要看什么，要注重一下。哦、先看一下够不够。它的风扇是引擎发动它就在转了，温度到了它就会吸，它就会怠速再更快，所以它发动就开始转了。所以这个其实以前的散热会比较好，相对来讲你多一个风扇在那边打，引擎会比较耗油。哦，多个阻力嘛。现在为什么方向盘都改成电子式，就跟引擎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它就会比较省油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护水箱，有好水。水箱看起来是有换过，怎么看？看起来这个是有点过、哦，新的就比较新的感觉。那如果比较没有换过，就是类似像黑黑的，有没有？哦哦啊那样。用久了爱拨就呼起啊。哇，这个推动是软的还是硬的？有点心血管硬化的皮，我掐得下吗？压是有那种扣扣扣扣，对对对对，脆脆的感觉。对，水看完了再油嘛，顺便看一下呢。油掐啊，油油了。在上线，有看起来是之前有换过，可是什么时候换的不知道，看起来没有很脏，应该是还行啊。那颗是什么东西？雨刷马达，可能水还是要，我开还是要注意啊。你的管路都是生锈了，啊，到时候这个就要换掉。现在这个材料应该都还算，应该都有，还有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以前卖很多，对啊，卖很多啊，很多车会报废掉的原因就是车壳都锈掉了。整个都贯穿漏水什么就会想换掉。嗯，哎呀，台中雨下的比较少，主要是这个门啊，这个门真的是，哇，有，这边有绑过吗？表示这个门应该，我在猜是不是或许打开门被撞到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是没有换的，可是那边有绑过。哦，他没有装控锁嘞。哎，手摇窗哎。对啊，帅吧？哇，啊后面呢？没有摇啊。哎，后面没有哎，后面怎么？哦，蝴蝶窗啊，蝴蝶窗。哦，你还蛮配合的。蝴蝶窗，真的假的？还是不知道？啊，它正漆的还是假漆的？正漆啊，看起来是蛮正的。哎，后面有出风口哎。哇，哦，这有大哦，好喜欢这台哦。还是直接就过你的名字了？那我要先去考那个手牌驾照。啊，你没有手牌驾照？我没有。啊，这个要弄好，不然就会漏水哇，就发挥啊。啊，这里弯带几下？哦，第三刹车灯应该是有。哦，底下，
坏掉了。一下来噪音，汽车噪音就是会比较粗糙一点。哇，这个都是机器打的嘛，打打打打打，这这不用烧的，你看。正常来讲，现在车是不会这样，这边也是，啊、可是这边都是正常的。对，顺便看一下，以前可能就它粗糙啊。哎、欸，它后面也可以开的，你看在里面不会被困住。真的。哇，在后面也可以直接打开。它的屁股还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就这里跟前面主要是那个门差一点点的。对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椅子。小椅子。它这个翻起来就是可以人去后面。它这个是前保杆嘛，啊这就弯角，这个是弯角可以换掉，啊这个也翘起来，告诉他修半年。电瓶是今年七月的，好新哦。你车子也讲好了，剩几万块而已了。好，我去敲一下。好。耶、yeah, ，收完车了。耶耶，来加班啊！加班啊！饿了一个早上啊！对你早餐没吃对不对？早餐没吃啊！但我也是为了这一次来吃方提，我早餐没吃。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吃肉羹？对啊，在哪里？我帮你导航。对啊，你先导航。而且哎，我们要自卑气啊，我们等下可以买饮料。耶、yeah ！我刚一开始找不到手刹车嘞。哎，这样。手刹车在这里啊。我还记得，还记得。骑这种车啊，教别人开手牌车最好看。嗯，因为你看得到你的脚在哪里，有没有？来，踩第二气，放开。哇，全球款，那你光脚架看没丢啊？啊，它有冷气吗？他说有了，可是皮衣有了，应该皮带那个。老车你不觉得像我们那个老的 LA 那一台老车，哎，皮衣有，啊，像 Golf 也是一样都会皮衣有，很奇怪哦。那个是皮带还是压缩机？皮带的皮带在叫。啊，皮带我刚刚看起来是不至于会断掉的，就是有点固啊。如果没有记错，这个玻璃可以自己拆的。这个往下，啊、我拆一拆就拆下来。这么厉害啊！我以前小时候有拆过。而且它的那个后照镜好大片哦，好帅啊，很爽啊，很硬汉呢。车主十几年没有上高速公路了，我们要挑战他上高速公路哎，好可怕哦，我会怕。你会紧张哦？我会紧张，你不会啊、哦？我好好开哦。这好什么好紧张的？哎、欸，武术的、啊。这台很好开哦。好开啊。还蛮顺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开起来冷气，我开我开哦。哦哟，冷气不冷，现在风有风就冷啊。有啊，有冷，而且它时间是准，很准。时间很准啊。哎、欸，这还是前驱啊。前驱的、哦。对啊。啊，它有四驱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没那么冲啊。好了，我们快到了。快到了啊。等一下见哦。好，拜拜。Yeah. Yeah. 有没有？我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我是用闻就闻出来了。还有，再丢老牌香菇，八根。好吃吗？不错，这个非常道地的肉羹面的味道，加一下辣看看。因为要先吃，才可以加辣。虽然我比较少吃这种汤汤水水，可是我觉得吃起来特别好吃。菜头卤的，好吃，它不会拱心那样，拱心的皮一起炖到很烂的，很透。它那个辣是东泉辣椒酱吗？对啊，你要加吗？加饭也可以。不要再喝的，都可以加了。你要不要加？你来加看看。我先吃一个原味。嗯，对，好吃吧？好吃哎，它的乌醋香很足哎。外表看起来很平常，但是味道很好。我看一碗不够哎，很好吃的哎，很好吃的。你看，一直排队。大哥，晚安。大哥，谢谢，大哥，谢谢，大哥，谢谢。就是不一样的，乌醋比较，还要叫胡椒。我从小吃到大就是这样吃的。哇塞！你看，你看，拌一拌，一定要这样。这个是最 local 的吃法了。对，在地人。我跟你讲，泰山不来不串。这汤呢，看就层次感、口味跟口感。哎呦，哎呦，完全跟刚刚又不一样了。又不一样了，有又一个层次。哎、欸，你哪来？我刚刚。哦，那这个吃法感觉很猛哎。来喽，吃喽。
就有一个甜甜的味道。对，那个啊，这个对啊，太算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吃的这个，他就会活到70岁了，长寿了，对，多活了20年。那说不定他不要吃，他不要活到20年。而且我很喜欢他的那个乌醋的味道，很香。菜头才10块耶，对、啊，很好吃哎，它是卤菜头的。这一趟吃这个比较满足，还是收到瑞士比较满足？都很满足啊。为什么会收到又吃到更满足？更满足。有豆腐的，我都各点一份，只有蛋多一个。对。这样安尼话对，175而已，就可以吃到那么爽的东西。对啊，他的饭不会太软，我不喜欢吃太软的饭，因为男人不能吃软饭。软饭，我要吃硬的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冷气会啊，他说他不会冷，我觉得还不错哦，还蛮冷的、啊。好，假爸。小爸本来要动身回台北的，可是我们还是担心车子的状况了，毕竟他199820几年了嘞，比你大吗？比我小，比你小、啊。我是不怕了，芒果怕掉漆啊，都来砸漆啊。因为我坐在这边，来来推。对哦。好了，你就这样说了，我们去检查一下了。好了，我们前往那算什么、啊？我们配合的保修厂，保修厂去稍微检查一下。不够。所以我们还是检查一下好了。泰山没有来，应该是不会了。对，水管也不会爆了。哎呦，哦，有在喘喽 ，Inky， 哎呦，关掉了，他真的会叫了，都把你讲了歪起来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有啊，别喘，你去挨啊。好了，为了你的安全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怕了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来检查一下，我叫师傅帮我皮带调一下。啊，如果不行了，没关系了，反正回去我们就慢慢弄。我刚刚已经巡过了，应该是还好。这引擎简单，比较不会坏。好了，皮带调一下就好了。剩下都没问题。剩下的刚刚讲的嘛，水都有啊，是比较脏了一点啊。水加一般的水就可以了。正常来讲要冷却水，可是已经比较脏了，到时候要换掉，所以先随便加就好。你说冷却水是什么？喝的那种？不是，真的，你如果有加水香精啊，如果加纯水，啊、因为这个已经你看弄修光鲜鲜啊，啊，到时候就回去都要冲洗了，所以随便水就好了。你加茶里王啊？对啊，它无糖的哦，不然它会变胖的。对啊，你不要误导人家了，我们是加水的，其实加太多没有用啊，它会溢出来的，知道它的 max 就可以了。对啊。这一条比较明显，来看一下这一条哦，破掉了，不是破掉了，它是缩起来的，开始的一板把它剩了。最危险可能那一个，其他都还好。来到修理厂了，对不对？也不要赌胎压够不够，我们用最笨的方式嘛，我们就直接灌嘛。要打到多少？35好了。哦，好准哦，刚好哎，很好啊。因为冬天啊，你可以打多一点。为什么？热胀冷缩。对啊，你如果是夏天有没有？你达到35，它应该有可能40多了。哦啊，你看哦，它胎毛还在哦。你看这个啊，凸出来这一根一根，哇，这毛啊还在。那冬天比较不会冷啊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一路往北了。像这一集会觉得我们是拍了2天呢、欸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短袖有长袖，这样不是很奇怪？啊，像中部跟北部的天气不一样、啊。哦，是这样哦，我们要证实一下了。好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其实还是很正常啊，都还 OK 哈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回去了。你说很稀有吗？哎，我们也有一台，也是八人座的，对，也是八人座哎。好，那我们就真的可以直接冲回去喽。直接冲了啊，冲了啦，走吧，耶、yeah!。当当，回来了，一路都很 OK， 只有下去加个油，不是油耗伤，你知道吗？是那油箱小，对，我加了500块，半桶再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一路开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声音，冷气皮带要换掉了，不能叽叽叫。你看年轻人就有想法，改起来很漂亮，后面就给你负责了，耶、yeah. ，对啊，真的是5万多的车就不一样，底盘都没声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赞，我开起来不停，你看麦，帅嘞，帅的啊。哎呦，按全开嘞！哇哇，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，耶，拜拜。
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出发到台中了，坐计程车过去。对，你知道我们坐到什么车吗？ BZ4X 赞啊赞啊。一天要冲一次吗？一天要充一次，一次，一天就跑完了，还是说跑到一半就要充电了？一天够用，够用，大概一天充一次，大概400到450，都充90%，所以是400公里，实际大概250到300公里。哦，所以跑新车还是够用，可是不能跑太远。我说要抬回台北啊，他呢晚上一点他就很紧张了，就是要一天就要充一次。其实现在快充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方便。